主政呢，哦，历史比那个十二婆解政还要久呢。哦，十二婆解政也是从西宁传出去的，传到麻豆呢也很出名。按历史才快70年左右，那这个开基十二婆祖镇啊，做呢祖先的祖啊，历史多了200年左右，278年，将近300年了呢，比郑成功来台还晚呢，但是是算清朝时代的。哦，算一算，哦。100年了呢，比郑成功来台还晚呢，但是才快70年左右。啊，这，哦，是。